而且你应该都是用助武冲的吧？哎，狂风之斧，狂风之斧，啊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又是狂风之斧啊！第二把在龙室打到的狂风之斧啊 ！OK 啊，当然，又不是说没跟外国人讲话过，再破的英文，他们应该也是看得出来啦。听得出来，看得，封印的稀有防具制作卷，哇，吸起来！哇，今天上电视两次啦，赞，呼呼，我们瞬间两个人都傻住，都卡住，笑死，看一下我们龙六会不会有什么好宝。我今天算是上电视上两次了啦，今天啊，一次是狂风之斧嘛，然后一次是飞龙，打看，没有组队啦，我们只是打看而已，而且这边都是外挂哎。飞龙哦，有没有人来？有了，大哥来了。打起来。基本上他们都是先打外挂吧。外挂各种飞，真的。来了。外挂撑住啊，外挂。我这满了，两只哎，干你的两只！哇，两只哎，哇靠，两只！掉了，我们的，再来，打到什么？五房卷，八，还有八是执念。我没有龙珠了，一次两只龙，呜，赞哦，
飞了飞了，换谁扛换谁扛。我们有三只，我们有三只骑士，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啦。三只骑士很可怕啊，因为妖精打飞龙的话，他的哇，两只都是我们的。